头是灰尘和泥土，而我的身体轰鸣着雷霆。全军出击。温血人用两条腿站起来，却忘记了如何奔跑。咋办啊？我带了个惩戒。我记得我带幻点炎了呀，这是啥事儿呢？这，哎，少个技能就少个技能吧，咱就当这点炎没有了。你们的神都是废物，你想杀我？哎呦，我石头人想拼，你想拼，我便拼。往哪拼？石头人一级要跟狗熊拼。光荣的死远比你的生命更伟大。弱者，而且我还带着征服者。走，反个蓝去，反完蓝再回家。不打野刀偷野呀，我们不用打野刀也能偷野。你跟我打，我吃个药，咬！哎，去！必然如此。这石头人来找我来了，跟他打不着急啊，可以打。惩戒，回血。先拉扯一下，别着急啊、哦！咬一口 ，Q E， 双杀还行。哎呀，就是上路稍微有点小亏呀、啊。主要是蛤蟆 A 了我一下，要不是蛤蟆 A 了我一下，这石头人打不过我。那蛤蟆吐了我一口。那一口要是吐石头人，他早就死了。只有我自己知道。我们就当这惩戒是个加血吧，回200点血挺好。哎，我感觉带惩戒比带加血狠呢。惩戒才多少秒 CD 呀？炮车你不要，不要拉倒。一切都将崩塌。那石头人出右的主 QQ 我呗 ，Q 吧。极品们献上血肉。我看你能有多少蓝来 Q。被动的电我们不用啊，用电的话会推线儿。风暴肆虐吧，鲜血，熟悉的味道。一切都将崩塌。链你连电。电你，等个六级，炸死了！惩戒炮车，省着补不着。
吃一层塔皮儿，我们回家。看看有没有蛤蟆，给蛤蟆收了。挠一下，只顾抱头鼠窜。来大呀，这咋不放大呢？这是干哈来了？这亚索呀，没蓝了，关键是回家了。我是神，你是熊。Shut down。谁给谁下当了 ？Well, say 阿卡丽，没来一个奇怪。那我这没地方放啊，我这都满了，你让他自己充能吗？连电，泥土渴望着鲜血，去去，咬干呀！换个亚索上来了呗。我将解开弗雷尔卓德的束缚。打个蛤蟆的，打完蛤蟆的打个蓝。假装走了，其实我们打蓝。这都给他清了吧，不清白不清，反正他惩戒都带了。在大地上舞蹈，回家分离者。我终于知道这狗熊说啥了。狗熊说：“万千伤疤多一刀又何妨？出打野刀不行，我清线上兵出打野刀给我那个野怪猎人。等后期的吧，后期我可以来一个。”阿卡丽纯是白痴。你也不用跑了，今天我必挠死你！你没有大招，你跑上来跟我对线，我满血给你杀了。
那螳螂上半段野区我承包了。我们再打个峡谷吧，这把他这个真烟给他排了，他抢不下来没用。回家来个大冰心儿。应该是无敌了。我马上到啊。有大没？雷霆嘎巴，你俩跟我打，没事，我死不了，这都小问题。哦呦，单杀，回一个血，先把卡莎杀了，卡莎能打动我们啊。这石头人不是石头人啊，这机器人，这都不行事儿。快点放，一会儿吃不到了。我们赶紧过来打个蓝，打完过来找亚索。喜欢跟我打，曾经黑夜残酷又漫长，直接推啊，不用管他这波。这是什么意思？那就给他杀了吧。哎，切，挺肉啊，这石头人，那咬一下没咋掉血。完了，这人太多了，来了好几个。那机器人跑过来了，可恶，这个可恶的机器人。来个反甲给他们，再出一个本甲。但是是机器人拿的1000，我们这波血赚还。小龙拿一个不？还是去上路杀亚索呢？
先打个红，然后把小龙打了。嗯，我马上到，兄弟们，打，打来了，狗熊，熊来了，先杀机器人儿，那就追卡莎，你好。撕裂吧，给个红来，哎，烦死了，把他杀了，我好想要这 AD 的红啊。我减速晕，雷霆嘎巴杀我的小鹿，那肯定是不行。打我，你给我晕那儿，咬！小龙可以要啊。呀，这 AD 凭啥在这儿敢收兵啊？汪汪汪！机器人来了，我上了，拆塔吧。不行啊，兄弟，这没法上啊。打小龙吧，这有点狼了，这你不杀这机器人吧，他就特别烦。雷霆嘎巴差一点点，我这 AOE 打出来了，但是没血了。螳螂打我太痛了，其他还好。该拿小龙的，在这晃悠半天，我就知道得拿小龙。我才发现我们家烈士这么大吗？我才看的，这是烈士局啊！原来啊，我一共死了三把，25-21。出个打野刀，哦对，哎，双 buff， 哦跑，来个红色打野刀可以。等一下啊、哦！那我这俩惩戒留着，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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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人有点多，走。一切都将崩塌。快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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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走！这波不能打，这波不能打，这波不能打。他一杠九死死吧，他一杠十，我们就不管了。这不能打，打了我死了，我感觉这把要翻，不能再打了。大龙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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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快快快快快，大龙！少个人呢。打人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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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先杀机器人，就杀这机器人！雷霆嘎巴，我就是风暴！再打人，再打人！先杀亚索，我们啊，别人没伤害，杀螳螂，我咬石头人在这儿跑，跟我赛跑 ，nice， 这回再打。你去打那个，对，你去打那果子，完事我们俩打大龙。这波让阿卡丽去追机器人，我们就不追了啊。然后小龙，我差三回惩戒。哎，好跳！好跳！是你的机器人，我最讨厌机器人。雷霆嘎巴，吹我！你看那亚索，你看那亚索跟不跟的？石头人还敢打我？好闪现！你们都喜欢这样闪吗？给我追！给我再追！跑不过我！救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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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完了，给我收集了999了，给我收集了。我不知道我死了，我们家这队友能打过不？好像我们这队友也起来了。还行，撤一走，差两层惩戒，我们就可以出装备了。是我披挂雷霆，再次决定。
我不是打野狗熊，我是上单狗熊，我这带错了。还剩27秒，我们就可以回家出装备了。用鲜血与骸骨铺就我的道路。我来个石像鬼儿，鞋换了，换个水银海，搞个大药。别打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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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等我啊，等我。等我来了再打。杀我！切！杀我！杀我！敢杀我！压死我！要的就是这压迫感。那亚索，那石头人大我一人，完事大完以后不敢接大，接大他就过来他就死。